人与人最小的差别是智商，最大的差别是坚持。没有别人聪明，我们就要比别人努力；没有别人有钱，我们就要比别人更能吃苦；没有别人机会多，我们就要努力去创造机会。成功就是1%的机会，加上99%的努力，一份付出一份收获。用更多的努力去承载之前得到的那份幸运，让幸运走得更远。想要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得到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给予。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同意的，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